的，现在让他们暂时的在湖边休息片刻。那先带大家来看一下没有拍摄到的地方。其实这座湖从我们进来的一开始，打从一开始就不是很平静，因为我们遇到了有人车祸啊，撞到狗啊，吓到团员。再来就是一连串的怪事，包括 Abby。所以呢，只要你们晚上想夜游，不是说不可以来，可以来，但是请你们结伴，不要单独行动，不要单独来这种地方，非常的危险。先不论会不会遇到怪事，首当其冲的就是这种地方，它本身就是一个治安的死角。所以一个人来是绝对是危险性非常高，非常的不建议，希望大家小心。看这个地方又有声音了，确定这里面没有鸭。就是湖面有声音，没办法，拍不到，但是确实有收不到声音。好，我觉得这个声音好像是在吸引我，这个声音好像是在吸引我走过来，奇怪。你像这种泥沼地，看我的四周围充满了声音，就是听不到的声音，很奇怪。那边又有，可是镜头照过去完全没有东西。当我开始要讲这片沼泽的事情的时候，它就开始出现声音。那为什么说这座沼泽是一个阴阳交界点呢？这种沼泽地在海地的巫医文化里面呢，学巫医的人都相信沼泽地就是他们的魂灵通往另外一个世界的交界点，也就是这种沼泽地。所以他们很多都会把死去的人呢，投入像这样的沼泽地里面，让他们在这个沼泽地里面去到另外一个世界。所以这边这种地形来说，只要有人一旦不小心跌进去的话，应该说有90%的几率是来不及救的。因为这种沼泽地，你要是没有一些专业的知识的话，通常是不太可能一个人爬上来。好，我们现在回到这座桥，我要来试验有一个黑影从前面这个梯闪过去，不知道有没有拍到。好，今天我主要就是要来这个桥这边试验一下这个地钟是不是可以成功的吸引这边的灵体靠近我。
现在先前往那个桥。每次走到这个地方就会有声音。带大家来看一下。看能不能拍到一些什么。好，完了，我快到桥中间了。没有看见东西，但是有听见声音，这就奇怪了。好，现在准备开始测试我的这个新的法宝，试看是不是真的能够吸引这边的灵体。这成功率绝对是高达90%啊，所以叔叔有练过，千万不要学，不然的话你们会有危险，知道吗？知道吗？好像来了，看来是成功了。这个时候蜡烛却熄了，表示他们已经在靠近我了。今天的验证算是成功了，那我还。
还是先到这边告一段落好了，我先过去跟他们会合，那我们就下个影片见了，拜拜。